主啊，维伦来念这个啊，哪句？这个意思，主要所讲，我是世间的光。主要所讲，你不是世间的光，你的光就照在人的面前，让人看见你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恁的天父上帝。恳求上帝的神继续引带光照，予你我。咱好好行出基督教的好品行，哦，你我甲咱的子孙继承一趴信仰的火，热情服务人的火，然后予人因为咱归荣光伫上帝。世间黑暗、疏离、冷淡，愿你心内有一趴火，是疼痛，是愿意的心。